诸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第五次的大会，我们先看到这个讲台上呢有不少的问题，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第一位是深圳的浩居士，他说深圳有一些居士一心修学净土法门，经常学习师父上人的经书和经碟，我们已经皈依净土多年，现在又很享受五戒，因为都是在家居士，很容易犯口业。是如果我们受了五戒，无意中犯了口业，发觉后马上忏悔，这样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去极乐世界不是想象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往年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在台中创办了台中佛教联社，我跟他学的时候，他在那里已经办了10年了。那个时候台中的联友有20万人。我跟他10年，离开之后一直到他往生，在我概略估计当中，台中联友至少有50万以上。老师常讲啊，真正往生的人1万个人当中只有2、3个啊。你就想到不容易啊，1万人当中就算有3个人吧，50万呢也相当可观了。这是讲说真正的成就。那么不能往生有没有成就呢？也算有成就。什么成就呢？佛门当中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你跟阿弥陀佛跟净土结了缘，这个金刚种子永远不坏，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利益。但是到什么时候才能往生呢？那就不一定了。也许来生后世，也许要几十劫、几百劫之后都可能。这是善导大师常说的3杯9品呢，总在遇缘不同。就是你能不能遇到这个往生的缘分。缘分是什么呢？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要把这3个条件具足，这一生当中我善根具足了，福德居住了，因缘居住了，那你肯定往生。可是我们想想，这3个条件在一生居住真的是不容易啊。这是经上说的。那么在事实上呢，我们讲这个缘分，第一个好老师。
啊，第二个有好的学习环境，第三个有好的同参道友，啊，这是我们现前呢增上缘。你们有好老师指点，啊，那真的所以说盲修瞎练了。我们依靠经典，有许许多多人把经典意思想错了，啊，解释错了，想错了，啊，自己以为是正确的，啊，所以这是遇不到真正善知识，啊，这个对于往生呢就造成障碍，啊，第二个呢，找不到真正修行的道场，啊，自古以来修行人常常讲到依众靠众啊，啊，这一个人盲修瞎练是非常困难，总希望大家在一起共修。那共修啊，古人讲啊，人多了啊，是非就多啊，妄念就多啊。啊，那这到底怎么办？一个人修不行，多人修又有障碍。啊，所以是实际上呢是非常不容易。啊，今天在现前这个社会，真正修行道场稀有难逢。啊，那我们这个道场算不算是个真正修行道场呢？啊，有那么一点样子，不能不算是真正修行道场。啊，真正修行道场为什么会没有？啊，这是我在讲经也常常提到啊，我们没有从根本学啊。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家庭教育。你看看我们净宗修学所依据的是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头一句就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有没有学过？啊，然后是慈心不杀了，修持善业，啊，三福第一条我们就没有做到啊。后头全没有了，啊，净业三福好像三层大楼啊，你第一层没有啊，你怎么会有第二、第三呢？啊，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特别提倡《弟子规》。啊，我在澳洲办净宗学院。啊，净宗学院的学程是九年，啊，修学九年，前面两年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希望同学们把《弟子规》《十善业道经》完全落实，这两门课是要做到啊，不是说。哦，你会念、会讲、会背，这个没有用处啊！你要做到啊，这两门做到了，修净土的会往生，修禅的会得禅定啊，修教的有希望得大开圆解，事处事法都能成就。啊，为什么？你有根呢？如果你在这上没有扎根，无论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都是跟这个法门结个缘而已，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修行人口业是第一，
你看看《无量寿经》上佛教导我们，一个修净土的人，一个念佛求往生的人，从什么地方修起？从善护三业。善护三业呢，他把口业放在第一。你看看佛讲经，一切经里面讲到三业了，都是身业、口业、意业，都是这个说法。唯独《无量寿经》啊，口业摆在第一，善护口业，不及他故，然后才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把口业放在第一了。那么换一句话说，真正想往生的人呢，决定不犯口业。无论你受戒不受戒，都不犯口业。这个不犯口业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说人家的是非。我们今天讲批评人。不欺语。其实花言巧语欺骗别人，不握口，握口是说话粗鲁，让别人这个产生不好的感受，这是佛讲的这四个原则了，决定不可以犯，从这里开始，最容易犯的是口业，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少说一句话了，多念一声佛，达得念头死，须如发生火。言多一定就有过失，没有必要的话不说，多念佛就好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么这样修行，我们才有往生的希望。所以一定要从《弟子规》、从十善业道去落实。第二位这是福州的陈居士，他说他我们来自福州，现在呢，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听了马来西亚法宣法师的《佛说无常经》里临终的方法所讲的内容及处理过程境界是否符合净土法门要求，我们帮人临终处理能否按照这种方法来做，是否正确？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世尊当年在世，说法49年，将近300余会，无有定法可说。佛陀在世，那个时候跟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代差不多，还要在这个更早一点，国家没有统一，所以经常所讲的这个国家都是部落，中国在周朝时候，我们在历史上读到800诸侯，那就是800多个国家了，没统一秦始皇才统一中国，以前都是很多很多的小国，每一个国家呢，风俗习惯都不一样。那么佛当年讲经说法也是周游列国，佛是恒顺众生，哪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佛绝不破坏，对他尊重。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于是一桩事情啊，就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的做法啊。但是依照佛的话去做呢，那果报都是殊胜啊。这个像《无常经》里面所说的，不是求生净土啊！啊，佛法当中啊，以往生净土为无比的殊胜啊。那么你要是真正想求往生，你一定要依净宗法门啊。我们修净宗去依无常经，这就错了啊！净宗的经典，无经一论呐！啊，我们依其他宗派经典呢，那就是，这个是违背祖师的教诲了。啊，都是佛经是可以依的。那佛法在中国有十个宗派，啊，你只能走一条路，不能走两条路。一条路你能走得通，两条三条你走不通啊。这个道理希望我们应当要了解啊。但是经都是佛说的，决定不可以毁谤啊。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总是用中国人方式啊在处理事情，生死大事啊，西方人处理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地区风俗习惯不相同啊，我们何必中国人要用外国的用他们的方法呢？啊，你觉得好不好呢？啊，如果你觉得好，也可以做吧。啊，所以遵守自己的风俗习惯，啊，总还是没有离开我们自己这个族群。啊，在这些方面，我们多想想就明白了。所以对于不同的宗派我们要尊重啊，但是啊，尊重赞叹供养不能学习，学习学多了啊，你就学乱了啊。佛法修学的目的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戒是规矩啊，你就是错了规矩了，错了规矩是影响你不能得定，不能得清净心啊。那么后来的这个果报呢，那就不是你自己想象的啊，这个不能够不注意。这位同修是梅州千佛塔寺的义工，他问的是，我们是梅州千佛塔寺义工，非常感恩香港佛陀教育中心能使我们有这一个美好殊胜的因缘啊，能见到老法师啊，看了老法师的讲法，受到法仪法喜充满。当我们想把自己感受跟亲友们讲，又怕自己智慧不够，把法师的法语讲错，请法师开始。你这个念头啊很好，应学佛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啊，要把自己学习的心得给一切众生的分享啊。那么说呢，你能够听懂的，听得很欢喜的，你就给别人说啊；听不懂的或者有疑问的，就不要跟人说。这守住这个原则就对了。这个原则孔老夫子教我们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所以啊，一定把自己懂得的，自己心里有感受的，这个与人共享。
这是深圳的杨居士啊，是前几日我们深圳居士听到师父在山东受了风寒，就十分难受啊。我们在佛菩萨面前祈求师父上人法身永远健康啊，无量寿无量光，这是我们的期望。哦，下面还有问题啊。问题，弟子在修行中就持一句佛号，一本阿弥陀经，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金刚经中有一句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因弟子学识浅薄，当时我愣住了。我想我们一心念佛就是为了见佛，那念佛不是以音声求佛吗？我不明白，求师父上人开示。这个话刚才讲过了啊，金刚经是禅宗修的，那是信宗修的，不是净土宗修的。你修净土宗就是要见佛，修金刚经就是不能见佛啊。所以你要是修禅，你就修金刚经；你要修净呢，那你就修弥陀经、无量寿经啊，可不能看别的经啊。看别的经的时候，你今天不能往生了啊！那你是禅不禅、净不净啊？你自己毁灭自己。释迦牟尼佛没有这样教你的。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就好像我们药铺里头各种的药，什么样药都对哦。你害的哪个种病，你用那个药用对了，吃了的时候你病就好了；吃错了的时候就吃死了。这个要知道，法门可以救你啊，也可以叫你堕阿鼻地狱啊。可不能吃错药啊，不可以修错法门啊。所以这个学佛一定要有老师啊，老师就好像是医生呢、护士照顾你的啊，否则的话你就乱吃药了。那我们要想学金刚经上那些理论、那些境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学啊，这个是有层次的啊。金刚经是为这个法身菩萨说的啊，那是利益一切相啊，净宗是着相修行的啊，所以它容易啊。这个立相实在讲你也立不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每一次念佛忏悔时，念到往昔所造诸恶业，经常不由自主脑海里浮出自己过去所做不符合佛法的错事。我明白这种浮现是错误的，会影响修行，我用什么方法赶走这个恶业，不再让他扰乱我的。你这种想法不是你一个人有，很多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呢，也不是你一个人有。啊，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修行过程当中啊，总是免不了有这种障碍。啊，如何把这个障碍去除？这是我们现在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方法很多啊，
八万四千法门呢，有没有用呢？一个方法都没有。啊，为什么没有用呢？你的修行没有根呢。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都没用处。啊，不能帮助你开悟啊，不能帮助你断烦恼啊。啊，那现在怎么办？啊，我们修行没有根呢，现在从根本上修就行了。啊，这是为什么要求大家学《弟子规》、学《十善业道》。《弟子规》是世间法里头的根，啊，世间的伦理道德学问的根本。十善业道是佛法的根，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是以这个为根。你不从根本上修，那你就好高骛远呐！啊，一个小学生让他到大学那个博士班，就算念十年吧，他能不能毕得了业？毕不了啊！原因在哪里？他底下基础教育没学过啊。啊，如果行的话，那这个国家办小学办中学不叫浪费呀，那不是错误。啊，弟子规好比是幼儿园，十善业道好比是小学，这是根。你不从这上扎根的话就很难了。啊，所以你的业障，啊，你的妄想怎么样去都去不了。啊，还是从这个地方啊老老实实来学。啊，这个这两门东西学好之后你就有根了。啊，你就有本了。啊，然后你再依照啊这个经宗的经教去修学。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业障就会消除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古时候人能做到，现在为什么做不到？要想到原因在哪里？我们把原因找到，啊，把这个原因消除，才能够真正帮助自己。能帮助自己呢，这就可以帮助别人。这位是山头刘居士，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同修正在参学修净土法门，但是在农历七月份每一天读诵无量寿经之后，堂主安排再读地藏经，这样做法是如法吗？在农历七月份是应该诵地藏经还是诵阿弥陀经比较正确？诵经都是好事情，农历七月是中国习俗里头的中元，中元节就是鬼节，那么你在自己修学之外加持地藏经，这个是你的慈悲帮助魔鬼道，是这个意思。帮助魔鬼道，防不妨害自己修行？不妨害。
名扬两利呀，啊，懂得这个道理。至于你自己在这个月份里面，你是诵无量寿经或者是诵阿弥陀经都可以啊。可是诸位要知道，如果只是诵经念经，有口无心呢，没有多大的好处啊。古人讲的嘛，所谓有口无心啊，口诵弥陀心散乱，诵无量寿经诵弥陀经，那个心还是有妄想，妄念纷飞啊，这个样子有口无心的，寒破喉咙也枉然。啊，诵经一定要懂得经义啊。啊，一定要能解，理解之后要醒啊，那这个经的意思你就真正得到了。啊，所以经不是念的，经是教诲，教我们怎么做的，我们真正能够依教奉行，把经里面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啊，把经典里面的教训呢变成我们自己生活行为。啊，这样子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跟经典的相应或者为宜，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决定往生啊。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这个诵地藏经啊，地藏经啊也要依教奉行，鬼神才得利啊。单单是念啊，念我们自己不相应，就心行不相应，鬼神的利益很少啊。如果我们能够在七月啊，特别加强孝道。地藏经是讲孝亲尊师啊，啊，对老人、对长辈，自己知道尊敬，啊，对父母知道孝顺，那你念这个经就有功德，啊，增长自己的孝敬，啊，然后扩大了。能够孝顺一切众生啊，孝顺一切众生，你就决定不会伤害一切众生啊。哪有孝顺孝顺父母后伤害父母，没这个道理啊。这个功德立业了就殊胜了。第二个问题，它是修净土同修是可以参加同修和其他居士家亲眷属超度亡灵法会，加诵地藏经是否夹杂，对于修净土法门及将来往生极乐世界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没有影响。如果这一位这个往生的人啊，这个临终的人呢，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缘就更殊胜啊，不但没有影响啊，对你有好处啊，因为你送一个人往生，往生极乐世界就真正成佛了，你帮助一个人成佛，你那个功德多大。啊，这问题是他是不是真的往生了？如果他真的往生了，你在一生当中能够帮助两个人真正的往生，比你自己一生修行的功德还要大。啊，你帮助两个人成佛了，往生就是成佛。
啊，那你能够帮助十几个人的时候，这个福报就太大了。这大慈菩萨讲的，不是我讲的。啊，我们肯帮助别人，我们临终的时候有很多人帮助我们。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嘛。啊，所以这是好事情。啊，临终助念的功德无比殊胜。但是一定要如法。古德有一本小册子叫《彻宗精粮》，那就专门教导我们怎样送人往生。那在助念的时候应该要遵守些什么规矩，写得很清楚。但这本书是文言文写的，民国初年，有人怕这个文言文阅读困难，依照这个赤宗经粮呢，重新写了一部，内容大致是相同的，文字更浅显，白话文写的。叫赤宗须知，那么这个本子我相信在这个台湾香港流通都很广，那你要是帮助就参加助念送人往生，这个小册子一定要多看几遍，你能够遵守这个规矩就好。这个是香港的刘居士问的，他有三个问题，他说学生刘玉贤，请问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盂兰盆经，第二个是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第三个是佛说长寿灭罪护住童子陀罗尼经，这是电影版，这是 VCD， 是世界佛教会出版的，因本协会曾经流通过，本人也在协会流通了一批，这个是的光碟，请问呢，以上注经是否违经？那曾经流通啊，是否有罪？流通违经确实是有罪过，误导众生啊，这个盂兰盆经也是一般在中原界里面超度亡灵的盂兰盆会，这个故事是木莲救母度这个恶鬼道的。佛说父母恩重经在大藏经里面有两个本子，一个是安世高的本子，安世高大师翻译的，那是正确的。另外一个呢，说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可能是伪造的，不是真的。因为罗什大师翻经目录里头没有。如果是他翻的，在目录里头一定有，在目录里头没有。但是这两种经都在大藏经里头。那么过去
李老师教导我们要读父母恩重难报经呢，还是选择安世高的本子。安世高的本子文字不多那么至于第三种佛说长寿灭罪护住童子陀罗尼经，我知道在最近也有很多人发心流通这个本子我们从教理上来讲，只要这个经典真正是劝人 修善的，都是好事可是我们自己要知道你修学修行目的在哪里。如果是求人天福报这个可以学。如果是讲我们要了生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叫大闲差，这叫夹杂即使是如来所说的都不可以决定不要夹杂凡是修行有成就的人，你看看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例外的这里头有个秘诀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话不是我说的，他就能成就最忌讳的是夹杂，你修的太多了你的心是散乱的，你的心力不能集中，那么对你的损害就很大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我们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当时我们同学20多个人他教学的方法是采取中国古时候的私塾20多个同学在一个讲堂，并不是学一门课，过人学过人的而且老师规定呢，只准学一门不可以学两门但是其他的经可不可以听呢？能听听的时候呢，你在那边吸取材料，帮助你所学的，你自己对吧？对不东西决定不能同时学两种学两种你学不好。你如果能守这个方法，学经教不难过去我们在新加坡做过实验我把台中李老师当年教我那个方法，我们在新加坡弘法人才培训班里面去做实验，很有效我们的培训班呢，时间是3个月从中国佛学院中国有很多佛学院里面毕业的同学参加我们的培训班，学了3个月之后，个个都上台了都会讲了他们自己的感受，觉得这3个月的学习比他过去超过3年都不止什么原因呢？他3年修得很杂精神精力都不能集中，这3个月学一门，他这个精神精力集中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一门深入效果就非常显著
但是肯相信的人不多。大家听了说，哎，点头，但是自己不肯做，啊，为什么呢？那自己的他这个嗜好太多了，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他放不下了，那放不下，你通通要学，啊，学个几十年，一样也没学会，你的亏就吃大了，啊，毛病就在此地。那么在现前，你们有很多同学知道啊，蔡黎旭居士，他听我讲经的时间不长啊，他告诉我大概七八年，啊，那我提倡《弟子规》呢？他很有感触，他就发心用一年的时间专学《弟子规》。他告诉我的，一年怎么个学习？把《弟子规》统统做到。这正确了，啊，一年的时间落实《弟子规》啊。自己做到之后再出来介绍给别人，啊，那个讲的就不一样了，自己亲身的感受，所以他讲的能够感动人。你自己没有做到，说得再好听，别人不相信你没做到啊，他做到了然后再说，这个不一样啊。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世间许许多多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自己做到啊再去说教啊。释迦牟尼佛如是，中国孔子也如是啊，西方的像穆罕默德、耶稣、摩西也如是啊，他自己做到了，他在说啊，啊，所以他能够感动人。啊，所以我们啊想一想，为什么他们当年出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自己做到然后再说到，这是圣人的说到之后就能做到，我称他为贤人。说到之后自己做不到啊，那叫骗人。怎么会觉得有成就啊？你们看这个蔡黎旭居士啊，他自己先做到，然后再出来讲一年呢，啊，几乎天天讲啊，啊，一年要讲几百个小时。最近这我这次回到香港来，北京同修打电话告诉我啊，北京地质大学请他去讲三场啊。第一场呢是学生们听，听得很欢喜啊，学生都很受感动啊。他一场大概是三个小时，没有人离开的啊！同学们对他赞叹备至，学校里的老师听到了，我说这么好。第二场的时候
就很多老师也来参加听了，听了之后没有不佩服的。啊，这个学校里头的领导知道了，我听到了，也去听听啊。学校校长、书记、领导人都来听，听完之后，请他做学校客座教授，三场啊，啊，什么原因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就是这八个字。啊，他能做到，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啊，只是你们不肯放下了，你们那个爱好的嗜好太多了，啊，学的太多了，太杂了，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人家相比啊，啊，一门深入，个个都是出人头地，啊，都是一等人啊。啊，希望我们同学的看到这个很好的榜样，啊，你就知道要怎样学习。这位是广东中山啊录取寺。他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我修持净宗法门有一年多了，也经常听闻老法师教导，现在决定要以戒律 作为十善道的根本，当今生要了脱生死，早成佛，早日成愿再来，回入娑婆世界，像老法师一样法轮常转，弘扬净宗法门，利益众生啊，广度众生。所以我很想啊，守戒为根本，但现在呢，由于仪式啊，诚心恳请老法师慈悲开示，在家居士要想受菩萨戒的话，应该受六众二十八轻还是六众四十八轻的在家菩萨戒？哎，什么戒都做不到，只是心里想想而已。啊，你要能做到了，你是菩萨再来，你不是凡人。你要是凡夫，肯定你做不到。真正学从哪里学习？从弟子规学习啊。你能真正发心，用一年的时间把弟子规学好了，落实了，像这个蔡居士一样，你成功了。你要知道啊，菩萨戒是建立在比丘戒的基础上，比丘戒建立在沙弥戒的基础上，沙弥戒建立在十善业的基础上，十善业建立在弟子规的基础上。你现在讲的是四层楼五层楼啊，可是你下头都没有啊，空的啊。那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要往上爬了，一层一层的爬，先学弟子规，然后再修十善业道。啊，没有弟子规，绝对没有十善业道。啊，有十善业道的时候，你才能够学三规五戒。啊，你真正的受用。啊，今天我们受的三规五戒，啊，这个比丘戒、菩萨戒，全部都落空了。啊，什么原因呢？没有基础，没有根本。啊，换一句话说，孝亲尊师。没有啊，啊，敬业三福是我们修行指导的总原则、
总纲领啊，不仅是净宗法门，佛说得很清楚，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修行成佛的人，都是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为指导原则。那你不遵守的时候，那就没法子了。总的纲领啊，总的方向啊，所以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亲尊师啊，你不知道怎么样孝顺父母啊，你不知道怎样奉养老师，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弟子规》才是真正的根本。你要想成就，你千万可不能疏忽。百分之百落实到《弟子规》，然后你学其他戒律不难。你不是假的，你学真正都可以能够延迟戒律，都可以得清净心。所以我们这次到此地来，我特别嘱咐我们的协会，把这个蔡老师的《弟子规》每一天要播放4个小时。他在此地讲的，这个光碟送到澳洲，那个时候我在澳洲，我带领澳洲的同学，我带领他们呢听了10遍的，他一遍是4个小时啊，我用40天的时间听了10遍。我不带头啊，大家不相信啊。我带头听，大家也不能不听。10遍够不够了？不够啊。为什么说不够呢？你还没有改过来，那个毛病习气没改过来。什么时候才真正的改过来？我的估计啊，应该要听300遍。我们中国古人教诲，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那我们这个300遍呢，差不多也等于1000遍了，因为1遍40个小时。所以这样子是能够专心一意把它听300遍下来，你的心定了，你就得三昧了，因定开慧，你就开智慧了。能够如法的去听，如法的学习，这就是持戒。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你肯不肯认真去学300遍？成败关键在此地。你不能不知道。第二个问题，怎样才能成立一个如理如法的、真正令亡者得到真实利益的助念团？你自己修行得到了，亡人就得利了。你们助念团里头只要有一个人，这个事情，诸位只要看看谭旭法师的《隐城回忆录》，他说的那个刘居士，
这是谭老在没出家之前，几个朋友合起来开了一个中药铺。里面一个这个刘居士是他们伙计之一。这个刘居士大宅寒窗多楞严。他就多楞严经。天天读，一门深入，念了八年了。所以有一天中午，生意很冷淡，没人上门，他在柜台上打瞌睡，睡了个午觉，打瞌睡的时候做梦嘛，梦中的时候两个人进来，他一看呢，这两个是他的冤亲债主，是为了财产纠纷呢打官司。这个官司刘居士诉讼胜了，那两个人呢，官司打失败了，上吊自杀了。以后他也很后悔，为了这一点点钱财啊，害了两条人命。这下看到这两个人来了，他心里感到恐慌啊，这两个是鬼不是人呐，恐怕是来找麻烦的。结果看到他的态度啊，还很善良，走到他面前就跪下来了。他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求超度的。这个他心就定了，这不找麻烦的，求超度的。他那我要怎么超度你了？他只要你答应去了，行，我答应你，我超度你。看到这个鬼呀，踩到他的膝盖呀，踩到肩膀就升天了。你看看，只要有一个人有这个功夫就行了。这两个人走了之后啊，这个没有一会也是在梦中，看到他过去的太太，还有个小孩是他儿子，早年死的。两个人也来了，不能你来干什么？也来求超度的，跟前面方法一样，怎么超度呢？你答应就行了。好，答应。也看到他们踩着肩膀升天。这个叫真正的有效啊！所以助念团里头有一个真正修行的人，真正有感应的人，他要参加就绝对有效。如果这些人都是有口无心，口念弥陀心散乱，对亡者也有好处，但是帮助不大，可以减少亡者的痛苦。第三，就是我们团队很想恳求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慈悲赐送我们几本《弟子规》小册子回中山，还有《弟子规》的录影带，因为我们这次来到香港协会也能够亲自听到老法师佛法教学，这是无比的幸福，能有这样殊胜的因缘，我们非常感恩，同时也很想把这些法宝带回去，让我们中山的人也能好好的改造做人的道理，能落实到学佛，让社会道场团队团体都有一个好的转变，更加融洽安宁祥和，这个没有问题，你们像我们这个常住负责这个流通法宝的同修们，问他们要，他们是唯恐你们不要，只要你们肯要，非常欢迎，非常欢迎，更希望你们能多多的带去，多多带去。多多的去帮助一些这个没有机缘文法的同学。第四，他同时祝愿老法师法体安康
长寿百岁，常转法轮，宣扬妙法，让我们罪业深重的人得到更多的甘露法味，改往修来，早成佛道。诸位如果能好好的把《弟子规》《十善业道》这个根扎下去之后了，这个话就落实了啊。否则的话，我就活上100年、200年也没用处。这是深圳的陈同学啊，陈居士，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在街外请了几十尊大小佛像，现在寄放在一位在家修行的出家人家里。在家修行的出家人家里，但是他说他的住址快要装修了，要我尽快地请走这些佛像，所以现在很烦恼，不知怎么处理，你来问我，我也没办法了。学佛不是常讲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看看我们净宗近代的一位祖师印光大师，这是近代的一位祖师，他的道场在苏州楞严山。你们诸位要到大陆去观光旅游一定要去。他的官房还保留在那里，你可以到他官房里面去看看。他那个官房的小佛堂一点点大，一个人用的，只供一尊佛阿弥陀佛。我们这里还供的三尊呢，还有观音世子，他只供一尊佛。我只看到一个香炉，一杯水供水。佛像后面写了一个死字，老人家自己写的，简简单单，没有像你搞有十几尊大小佛像啊，没有啊，十几尊大小佛像啊，你一定是眼花缭乱的，到底跟哪一个佛学好？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这个里面有西方三圣，你就留着供养。如果不是西方三圣呢，可以送给寺院道场，跟他们去结缘，这样就好。法门学一个，经念一本，佛念一个佛号，供养佛像呢也是一尊，这样就很如法，你的心是定的。第二哈，我常常将先生给我的钱财拿去布施有需要的人，现在他知道了很不高兴，遇到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借此大发脾气，请问师父，我这样做有罪过吗？以后我应该怎么做？你要把布施功德这个事情要跟你先生讲清楚，讲明白，让他生欢喜心，让他也发心去布施，这就对了。那他不懂的时候，最好你布施不要让他知道，免得起家庭纠纷。
啊，家庭不和，我们就有罪过。啊，家和万事兴啊。啊，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啊，钱财，财从哪里来的？不是你赚来的。财是命里头有的，大家好好去念《了凡四训》，你就明白了。啊，《了凡四训》是跟内容是讲的因果的理论与事实，它的内容是讲这个。啊，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造成整个社会的动乱。那你真正懂得因果，你心是定的，啊，确确实实像古人常讲的，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你命里头有财，你丢都丢不了。啊，命里头没有财啊，求也求不来，啊，那你何苦呢？啊，可是命里面财从哪里来的呢？是你过去生中所修的，修的财布施啊，啊，财布施是因呐，得财富是果报啊。啊，法布施是因呢，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是因呢，果报是健康长寿。啊，你要想这三种果报啊，我有财富，有聪明智慧，有健康长寿，那你要修因才行啊！你不修因哪来啊？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前。这些富贵人都是过去生中修的啊，我们明了。那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没有修啊，现在这个所谓是过的这个生活贫贱，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现在修来得及啊。啊，这了凡先生就给我们做榜样了。啊，他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他听懂了。啊，真干，啊，天天干好事。啊，首先就发愿，做3000桩好事。啊，3000桩好事差不多都是布施啊，这三种布施都具足。10年完成，啊，但是他在第3年、第4年，果报就现前。啊，这3000桩好事圆满了，又发一个，又发愿，再修这个3000桩好事，求儿子。他命里头没有儿子，啊，这个愿发了之后，他太太给他一起修。啊，两个人都修好事，4年完成，啊，这个进步就很快速了，啊，果然得了个儿子，啊，命运没有的，啊，这个得来才是真的，求来的，啊，以后做这个保底之心，啊，发心做10000桩好事，啊，一次就圆满了。啊，他做县长，他有权呢。减租，啊，那时候觉得农民的租税太重了，啊，他觉得这个不应该减租。这一减租呢，全县的农民都得利益了，所以一个功德就超过1万都不止啊！啊，这是所谓是宫门里面好修善呐，
那么他的寿命，他只有命中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啊，延寿20年了。这都是修来的，都是这一生当中修来的。你懂得这个道理，啊，你要想拥有财富，你就认真去修财布施。越施越多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聪明智慧呀，你学法布施，不要吝法啊！我知道东西，很欢喜告诉别人。无微布施里面最重要的，不摄众生肉啊，不给众生结冤仇啊，啊，绝不伤害一切众生。这就是无为布施啊！你能真正发心这样修，你就会这三种殊胜果报，你都会得到啊！我这一生当中，依照老师的教诲，这三种果报都得到啊！这都是这一生当中修来的啊，过去生中没有啊。所以你要相信，你要真干。这位同学问，我是梅州千佛塔寺念佛堂的一个负责人，请问老法师要怎样管理好念佛堂？请老法师慈悲开示，不要管理，每个人都学弟子规就好了，个个都是好人。你有没有听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管人的？哎，只要大家都学弟子规的时候，就不用管了。啊，现在我们这个杨老师在这个北京大方广，啊，他底下的员工很多，他从来不管，也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啊，为什么呢？人人都学弟子规。人人工作都非常勤奋，都很认真努力啊，都很感动人，哪里要管呢？啊，要管就坏了。哎，要教，不要管，要教啊。在家庭里面，你懂得这个道理，你的儿女多，不要管，要教啊。管呢，管得你心烦呢，天天生烦恼啊！你要教呢，要快快乐乐的啊，他都上轨道了。整个社会呀，亦复如是。你像现在就是这个国家呀，管理者管得好辛苦啊！啊，从前做皇帝、做官员的人，他天天快乐得不得了啊！什么原因？他教，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不是建国军民呢，管人为先呢，不是的呀。教啊，那从家庭到团体啊，到这个国家，一个道理啊，一定要教啊。教的时候，首先是以身作则啊，你自己要做到，你自己是大众好榜样啊，是自己守法，这大众不能不守法，自己不守法，叫别人守法了。那人家就有疑惑了，哎，就不会也服从你了，哎，所以自己要以身作则，啊，这才行。啊，这位袁居士他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老法师几时再开讲阿弥陀经？语言成熟了就开讲啊。第二个是，请问老法师在家念佛好还是来念佛堂好？这个不要问我，问你自己。你觉得在家好，那就在家好，你觉得在念佛堂好，那就念佛堂好。
啊，这个不是定法啊。第三呢，请问老法师，这个厅中有佛堂，家里的人如果穿短裤，是否不恭敬？啊，这是大概是你家庭里面客厅呢供着有佛像，啊，那么在家里的人啊穿短裤是不是不恭敬？如果是学佛呢，那就不恭敬；如果是不学佛呢，那就无所谓了。啊，你家里人是不是全家都信佛？啊，如果全家的只有你一个人信佛，家里都不信佛，他穿短裤也无所谓，也种了善根。为什么呢？经过一次总看一次啊，一粒言根永为道种啊，也是慈悲心度了他吗？佛法是心法啊，看你用什么念头去观想。啊，这一位是台湾的陈居士，他的问题是：修行就是改过自新，可是我的过错受制于人而改不了，这样能往生吗？该怎么办？我的过错是，我向弟媳要求他开设公司挂名，假装当员工，以参加政府开办的劳工保险。知错后，我向他提过多次要退保，他一直不肯。我除了求他答应以外，还有别的路吗？这个问题不能往生，因为你没有想到往生，你没有依照往生经论里面的方法去修学，你念念还留念在世间啊，对于世间名利还是放不下啊，那怎么能往生呢？啊，真正发愿往生呢，要把世间事情统统放下了，啊，恢复到清净心，这才行。啊，那么怎么样往生？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你都听到了。啊，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不可以疏忽。啊，特别是弥陀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我们想想，我们这一生当中这三个条件具不具足？啊，我在讲经时候常讲，啊，什么是善根？善根是能信能解啊，我对于净宗法门我一丝毫不疑惑，我能够理解，这是善根啊。什么是福德呢？福德是能做能行啊，我能够把经典里面的道理、经典的教训、经典的境界完全落实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工作里面，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福德啊。信解行正啊，信解是善根，行正是福德了啊。因缘是讲的正上缘啊，我们修学的环境
你遇到善知识，遇到善友，啊，有学好的修学环境，啊，帮助你理解，帮助你进步，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三个条件具足，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可是这三个条件说起来容易，细细想起来真是不容易。啊，这一部《阿弥陀经》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看看欧益大师的要解，看看莲池大师的疏钞，经好像不难懂啊，这一看到祖师注解，很多地方就不懂。早年苏超我讲过一遍，我还记得总共讲了330多个小时，330多个小时。弥陀经苏超啊，要像我现在讲这个华严经这个速度来讲啊，这一部弥陀经苏超啊至少也要讲3年。啊，你要解得深，解得透彻，你才会得受用。啊，你不能理解你就做不到。啊，做不到不得受用。啊，所以一定要懂得理解。啊，所以经不是读的，读了之后一定要解其意。啊，懂得之后一定要做到，这非常重要。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听经不开悟，不得受用，修行不得受用？刚才讲过了，你没有根。啊，为什么从前人得受用？从前人有根，从小学的。啊，那么再想一想，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他的学生真是向四面八方传承如来的教诲。可是几百年之后啊，只有在传到中国这一支在中国生根了。茁壮开花结果，其他的都没有了，传到欧洲的没有了，灭掉了，传到西域的也灭掉了，啊，现在只有中国这一支，西藏的这一支，还有这个缅甸，就是这个泰国斯里兰卡小城这一支，其他都没有了，啊，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去研究啊，去了解为什么啊，沉船下来说唯独中国啊无比的殊胜，原因是就像那个植物一样嘛，它移植到这边来，这水土服啊，啊，水土是什么呢？孝道。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代表大乘佛法的四大菩萨，第一个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孝亲尊师，就是这个是三福里头的第一福，地藏菩萨代表的，啊，
那么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五千年前就重视孝道了。是这个，那佛法一来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真的是接上了。有孝亲他才懂得尊师。佛法是师道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那现在我们的佛法修学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为什么没有成就呢？现在孝道也没有了，这个麻烦不就大了。怎么修都是假的。你受三规、受五戒、受菩萨戒，修学是什么样的法门都不能成就。为什么原因？你没有学过孝道。你起心动念还是在烦恼里面。所以说到这个地方，今天全世界整个世界的动乱原因是什么呢？孝道没有了。人不孝父母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的？这是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啊。所以我们今天弟子规的教学、十善业的教学，我们向全世界推动。这个月底我要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给他们开一个会议。我就是把这个东西介绍给联合国，希望联合国因为他寻求世界和平，希望化解冲突。希望全世界都能安定和平，找不到方法了。他们这个和平工作正式提出来之后是70年了，到今年35年了。我参加了几次会议，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对我这个提示很重视。所以这次邀请我去跟他们面对面的最高的这个领导人的时候跟他们见面。我们希望联合国真的有这个缘分，把《弟子规》向全世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一起来学，这个社会就有救了。所以人家问我净空法师，你这是什么教育啊？我说我这个教育叫补缺教育。现在社会教育大家好像感觉到很兴旺啊，这教育里头缺什么东西呢？缺德了。没有道德这个学科啊。就缺少道德。那我今天提倡的就是道德教育。就叫补缺了。补你们这个学校教育缺的这门课。希望联合国出面来做补缺的教育。一切教育里头都重视伦理道德，这个社会不就安定了吗？冲突自然化解了。不是难事，要教啊。那不教人怎么会呢？弟子规的教学你们看看，每一场上课的时候，听众里头就有很多人在流眼泪，就有很多人受感动，可见的三字经也开头讲的话正确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人性本善啊。大乘教里面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就是教育的根本的理念。为什么要教？就是依据这两句话。人性本善。他为什么不善呢？没人教他。他就受外面环境影响学坏了，
要有人教呢，他会回头。啊，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他知道忏悔。啊，回头是岸呐，啊，所以不教不行啊。啊，释迦牟尼佛，我们知道，他是王子出身。啊，他知道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啊，做国王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这个就是教化众生这个事情，啊，化解冲突，啊，真正落实到安定和平，政治做不到，啊，武力也做不到，啊，经典上记载，这个释迦牟尼佛十几岁的时候，武艺超群呢，啊，做不到，啊，到最后通通他都放下了，他来搞社会教育工作。你看从30岁啊，这为我们实现正道了，正道之后就传道，传道人教学啊。教了49年啊，他老人家是79岁圆寂。啊，我们中国人讲虚岁80岁啊，79岁走的啊，说法49年，将近300余回啊。教学，教学重要啊！啊，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啊，他所教的，他全部都做到了，啊，他教我们看破放下，他自己真的看破，真的放下了，啊，一生教学都是义务的，没有向学生收学费，没有啊，啊，全是义务啊。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我们在大乘教里面看到很多宗教徒都来跟他学。那就佛的学生，就佛学生里面有婆罗门的。啊，有这个印度的瑜伽素论的，那些宗教徒啊，啊，都跟释迦牟尼佛学。啊，所以只有教育这个方法才能化解冲突。啊，冲突从哪里化解起呢？首先从家庭。你看看现在离婚率多高。啊，这是严重冲突啊。夫妇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那个社会还会有太平日子过吗？根在这个地方啊，中国这个几千年来社会安定，虽然改朝换代那都是很短的事情啊，很快就恢复到正常，靠什么？靠教育啊。中国教育的特色在家庭啊，从前是大家庭制度啊，这是现在人没法子想象到的啊。在中国过去的时候，3代同堂少啊，4代5代多啊。啊，所以一个家族人少的都几十人，人多的几百人呐。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个真正那个大家庭的时候，1000多人呐。啊，所以那个家长要管这个1000多人，那不是容易事情啊。啊，他用什么管呢？用教学，自己现身说法，啊，自己做大家的榜样，个个都服了。啊，这个是中国家庭的特色。啊，教的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弟子规》。所以，《弟子规》是家庭教育，不是学校课本呐。啊，你看中国古人这个家训啊，这家规每一个家族都有啊。那么弟子规是中国几百家的这个家训的集大成
啊，把这精华的地方统统取出来了，啊，以孔夫子的这个教诲作为纲领，啊，弟子入在孝，出在弟，啊，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啊，行有余力则学文，以这一句经文作为纲领，啊，所以他这个全文分为七段。第一段是孝，第二段是悌，啊，第三段谨信，啊，爱众，亲这个亲人，最后是学问，啊，编得好，啊，文字简要详明，啊，全文1080个字。360句，一句3个字，好念呐！啊，所以再大的家庭，再复杂的群众，只要你把《弟子规》教好了，人要不要管呢？不要管。那为什么个个都会自己管自己，都管得很好啊？啊，所以学校从前学校教育是弟子家教的延续，社会教育是这个教育的扩大了。啊，佛教来了，这佛教的教学才达到人生真正的圆满。啊，因为世间教育是讲一生的，佛教讲到来生，讲到后世啊。啊，真正到圆满。所以我说中国是四个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佛教教育，啊，这个不能不懂，啊，要拯救今天这个世界，你要不把这四种教育搞清楚、搞明白，认真努力去做，实在想不出第二个办法，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我们自己做到了，就是教化众生。那为什么呢？别人看到了，他受感动，啊，他就会向你学习。啊，所以劝同学们认真学《弟子规》，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哦，这是兰州的啊，范居士，他说：“我是一位罪业深重的女子，现在做了母亲，常常觉得做母亲的伟大，啊，也是别对自己的。”母亲念念不忘，深深的怀念，看到现今的社会，许许多多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报恩之心，心情很难过，慈悲的法师请为末法众生演说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学生发心将此经录制流通，讲父母恩重难报经呢，还是没有一个人真正肯报父母恩的。啊，为什么？这个经典理论太高了。啊，你们想想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讲这个父母恩重呢？去讲《弟子规》？为什么的？什么道理呢？就像一棵树一样，《弟子规》是根，《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什么？是枝干。啊，我今天要枝干，
根没有了，这个枝干就像这花一样插在这里，死的，没有根，两天就死了。所以今天讲什么经都没用。啊，那个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对谁讲的？对真正有孝心的人讲的。啊，激发他有用，他有根。啊，如果没有根的话，这种经讲没用处。啊，所以大乘经教这个对象，佛法讲呢，当机，那个当机都是具足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人，他才能得利益。啊，你要想普遍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的状况，你要想救他们，《弟子规》是无比的殊胜的妙方啊！你要认识这个，这是从根救起啊！那有了它了，这个大乘经教上的东西通通都有了。啊，你要不从弟子规上下手的话，这个你讲的再嘴皮讲破了，人家也不相信，人家也不肯去孝顺父母。那为什么呢？看看社会每个人都不孝，我为什么也要？啊，所以今天的教育，我们的根全部都坏了，麻烦在这里。啊，不是少数人的，绝大多数人的，啊，根有没有的？没有人去栽培它，啊，根埋在那，枯在那地方，没有人去浇水呀，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救这个树，不是就在枝干上下功夫，在根上，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真正提倡这个孝心，啊，我们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你把《弟子规》句句都做到了，你的那个孝啊就表现出来了。啊，孝敬就表现出来了，你的家里人看到了，你的这个邻里朋友们看到了，都会向你学习。啊，这叫身教啊，以身作则。啊，身教啊。胜于言教，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从本身做起，本身做不到，叫别人去做，假的。啊，这位是北京的李居士。啊，他的问题写的比较长一点了。现在大陆有相当一部分人，有些是领导干部，在外面外遇，甚至于一个男人同时与几个女人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甚至把病带给妻子，回到家里看妻子什么都不对。啊，稍不如意就要骂，甚至于动手打，有的还要动刀。啊，妻子是一直忍让，为了不让在读书的孩子受影响，妻子常常什么都不说，男人在外面就更加严重。啊，这通过朋友向他介绍佛法，他也会讲得很明白。啊，该怎样做还是怎样做，是不是？啊，你看佛法讲的头头是道啊，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你们想呢，原因在哪里，总懂得了吗？根有了吗？啊，学弟子规才真正改样子，才真正会改变。啊，他后面说，请问师父，妻子应该怎样对待？学弟子规就好了。哎，弟子规学会之后啊，你就会改了，你的先生就会受感动了。
啊，那么这种情形你所说的很普遍，不但在中国，全世界到处都是这样。啊，所以真正照弟子规，弟子规能救世界，能救世界呢，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你就劝劝他，依照弟子规去学习。啊，弟子规要百分之百的落实，你自自然然能感动一家。啊，弟子规的教学，如跟佛的教学，他的目的要达到人人都是上善。啊，西方极乐世界助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个教育的目标啊，人人上善，家家和乐啊，啊，每一个人家都和睦啊，都快乐啊，家家和睦啊，社会安定，世界太平了。啊，这个是教育的效果啊！啊，我们不在这上认真下功夫，那怎么能成就？啊，所以希望我们同学学了之后啊，这个地方每一天播四个小时，认真的学习，比学经还重要。因为学经，你没有前面深厚的善根，经听了很好听。可是还是像你所说的啊，平常怎么说还是怎么说，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不起作用嘛。啊，弟子规能起作用啊，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所以一切佛经啊都落实在摄善业，摄善业落实在弟子规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现在社会的病在哪里，啊，我自己的病在哪里，我家庭的病在哪里，怎么样去对治，你通通都明白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阿弥陀佛。